这里就是废弃的地方，它跟巫师鬼屋一样，就住一楼，二楼就是人不犯人，鬼不犯鬼。然后他按照节日的都会在门口祭拜他。刚才卡住了。那狗在叫了。我操！那个屋主跟我讲说有一间房间不要开，他没跟我讲是哪一间，臭你！但我每间都开，我不想开怎么办？他没跟我讲哪一间呢、欸？搞错了。哥姐，我超会打，我失去满格呢，我进去就卡。哥，我真的有点紧张啊。他这边没有窗户呢，中间还有一条绳子啊，哥姐中间有绳子呢。搞不好是不是钱呢？不知道是不是钱啊。有了吗？咖啡啊！哎，隔起超铃铛呀，这不知道什么东西呢，真的啊！然后它符号写成这样，咖啡。我觉得应该是有那边膜拜啊，我在猜。哎，刚有人在敲。啊！我操！靠背啊！谁？傻小啊！哦，我真的以后不会这样子。我 I'm so sorry。我后摆唔敢啦，好不好？家己三不相欠，好不好？声音从这边传出来的啦。谁？刚是鬼片的吗？刚刚那个音乐搞真的很不舒服哎，真的，我讲真的，我没有开玩笑。想大便啊！隔壁是不是到那顶楼了？我觉得。他们顶多在这边。啊！在那边的，在那边的。I'm sorry.I'm sorry. 哎，我操！啊，对不起啦。这边，老太太。哎，他在这边吗？对不对？
真的不见了啦，靠北啊！